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旺图啊，工作太忙，我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，今天就想吃10层牛肉汉堡犒劳一下我自己。我本来想点个美团外卖，结果我发现美团和饿了么都不支持加牛肉的选项，于是我还特地打了官方的电话问了，以后我才知道得要在支付宝或者微信的小程序里面去搜它，这里面买才支持加肉。那我今天就要这个65块的3层天椒黄堡套餐，然后我们进去选规格，这边我们可以选择加料减料，那总共是有5个选项，第一个是安格斯牛肉饼，第二个是5英寸牛肉饼，第三个是4英寸牛肉饼。我觉得咱们就选一个4英寸牛肉饼好像就差不多了。来，我们先选7份啊，4英寸的牛肉饼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好了。然后呢，芝士和番茄，这里我想想，芝士我们来4个吧，番茄我们来6个。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番茄，来确定。下面的薯条搞个中薯，我觉得就可以了。可乐啊，要一个大杯的。然后总共价格是134块，我们加入购物车。现在我们去结算，总共的价格是140块。但是先不要支付，这样弄出来的汉堡非常的难吃，一定要在下面的这个备注里面添加一些信息。我家的备注的内容就说，您好，请把肉饼都放在黄包里面，生菜、蛋黄酱、洋葱、酸黄瓜都加一点，肉饼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不好吃的，这句话绝对是要加上的。然后我们再来付款，付款完成，下面我们就赶紧开始计时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要几分钟能够送到。其实我有个问题很好奇，就是这一个堡它能够加多少的这个肉饼，我想来看一下，它这个应该是加10层没有问题，能加99层吗？我觉得它应该是有个上限的。这个安格斯牛肉皮，这个13块一片，我靠，已经加到1000块钱了。我看一下，它应该是最高是到，哇，到100了，可以加3位数的。哇，99，1000，哇，点到1000份，还能再点，我的天，1000份，加肉饼都花了13000，当然我们是不可能下单的。我在想，等我们有了100万粉丝的时候，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线下找300位观众，然后我们把桌子围成一个圈，之后我们点一份这样的1000个肉饼的汉堡，然后把它围在那上面，大家一起去吃它。我觉得这会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挑战，说不定能够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。所以你要不要给我点个关注，成为我们100万粉丝当中的一员？吃汉堡之前，我们来先称一下，65.4。哎，外卖到了，我准备下去去取啊。来了来了来了。赶紧把它拆了，我刚才去取的时候就闻到那个薯条的香味了。哇哇，这么长一个东西，哈哈哈，就主要就一个堡啊，还有一个中薯，怎么开了开了开了，140块钱的汉堡呢，这个好像有点大了，我的天，哇哇，撕开，我的天，他用了2个盒子拼在了一起，这10吨汉堡有点东西，我靠，我感觉它水要溢出来了，这底下，哇，哈哈，那么大。来，这个是我们的 iPhone X， 我们来对比一下，这可能看得不明显，它的高度好像不太高，但是它大呀，那么大，我的天，它真的漏水吹下来了，那么大一个，比我的脸盘子还要小一点。我们开了开了开了，哇哇，你看这个怎么是这样子的，哇，这里面加了好多酸黄瓜，我超喜欢吃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豁出去了，这个肉饼也太多了，10层肉饼哦，10层，哇，这个汁水，哇，它加的料是真的可以，开始吃吧。哇，哇，那么好吃，从昨天晚上6点开始，一到现在是下午6点10分，我们已经差不多24小时没有吃东西了，一定不要学我，继续吃。嗯，哇，我看肉饼的中间是有番茄的，这个黄色的是有这个芝士的，哇，这个面包也太薄了吧，显得超级薄。嗯，嗯。嗯，我靠，哇，哇，这个汉堡的话，我估计也就1公斤，它不属于那种特别特别大的那种分量，也就属于一个就比正常人还要能多吃一点的范围。但是咱们这个不属于大胃王，大家也不要一次性吃那么多肉，少食多餐，对吧？
哇，哇，给大家看看，它这一片肉饼啊，大概就那么大，但是呢，放在里面，好大。太爽了，嗯，哇，嗯，嗯，剩的已经不多了，嗯，哇，这还有一个番茄。嗯，我得承认，现在这些就没有刚开始好吃了，还是前面几口香啊。嗯。刚打完嗝，突然间又没有那么撑了，就又可以吃了。来，哇，重一点。嗯。哇，好了，这还有一点点肉饼啊，嗯，十层牛肉汉堡的感觉，是真的爽。我们现在再去称一下体重，看一下吃完以后长了多少斤。现在是66.45，啊，66.5，刚才我们是65.4，刚好加了1.1公斤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再次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喜欢的话就点个赞吧，拜拜啦。